那我也提供。要脑筋急转弯一下啊，好不好？脑筋急转弯，那不好笑，你也假装笑一下哈。心自文杰哈。啊好，心自文杰。哎，医生跟小英讲说，哎，小英啊，你就看开一点吧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个？医生跟小英说，你就看开，你就看开一点。老师。啊，都在我来请教老师，老师说。小英是不是有了绝症？我说不对了。后来问何英小姐，我说小英她妈蛮聪明，她说小英近视眼啊。我说哎，那我说也错，啊、也不对呀、啊。哎，小英你就看开一点吧。那他想无啊？福德福德。哎，我看，哎，加干单的又扣掉了。但是大家也会感觉到说，这急转弯绝不可能很简单的嘛。看开一点，医生就说：“小英，你就看开一点嘛。”小英说：“嗯，我会看开一点的。”斗鸡眼呢？好，我会看开一点的。哦，这个近视有一点像哦。当然也要聊一些感性的。哎，有一次我觉得这个，有一次看到这个美凤一个。当然是那个消息是说，好像是那个时候是养父过世哈啊，但是我们是聊聊天，并不用很悲情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很坚强，而且觉得说这是个人生的过程嘛哈，哎呀，看你这个，听说你这稀里哗啦的啊，相当的激动啊，而且就我刚讲了呢，那就从里面就看到这个报道里就是说，哎，主持人恭喜啊，这个给人家领养的，对。嗯，七个娃娃就好人啊，七个娃娃就好人啊，你哈，哇，那生父母反而觉得啊，就无菜呢，一个病情怎啊上好别人呢？你当初嘛唔知呀，你当初啊知，我妈妈生我了身体不好，哎，啊好人了也是同乡啦，就给我这个养父母啊嘞，哎，他们也对我很好，对你很好，哎，只不过是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啦，所以当时也嘛是。也要吃一些苦啊，哎，就常常我小学六年级读五所学校，啊，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嘿嘿。后来开始我就去秀场作秀，我就给我爸买了第一栋房子。哎呦，吼，伊哩家人走路拢真有风。哎呦，真欢喜。啊，无讲啊，恁早间做明星白油安奈拢搁哩共租厝，然后给他买房子。可是我觉得秀场给我很，在我这一生当中，秀场对我来讲很重要。而且在那段时间也常碰到你，你也是一个公务人员一样。好，那种岁月，我们赶场的时代里啊，每次这个秀场里的这个组合一定要有这个美女秀，啊，你都是常常敲档期还敲不到，分身乏术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大家都是很白，只有我一个比较黑，因为我白不过人家嘛，特别有健康的感觉。嗯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都穿两截的露肚脐，在那个时候不太被接受。哎呀！我请问几位，你去看看看因的照啊？哎呀！为什么？你看我无面子啊？那也叫波秀呢？很呐！哎呀，要说你的身材，我看现在的明星来讲，可能李玟可以跟你。哎呀，我老公生不逢时啊，不闹 Coco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小蛮腰还得了，尤其在那种拉丁跟那种夏威夷式的表演，舞裙把你衬托出来。全身挂满了花环，哎呀，还不是刚刚牛排的，吐个鼻呀鼻呀鼻呀，你吃牛排。不过那个时候做秀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，啊不，那我发抖。马斯利是白咖，人家腿卡腿就碎的啊。罗碧玲又很大胆，每次都摸诸葛亮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敢，我们只有欧鲁鲁跟人家假耶耶耶耶耶，哎，这我也不错啊，我也赚了不少钱啊，至少可以买房子给我爸。所以我们是属于那种四字头的哦，就是说四字头，你不是哦？哦，我们就刚好在过去的一些我们有新的东西，我们也接受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最优秀。哎呀，这陈美凤很有意思哎，四字头讲最老啊，给大家讲个四字头。啊，最主要是有自信啊，所以讲呢，是的，我不讲了嘛，就是我就你操到你到赌场，人家还把你拦住了，人家要看你身份证。啊，真的。真的，人家还说有没有父母带你来啊？我呀，国际，不到这个成熟年龄，不到十八岁才不能进去，都把用砸了呀。没啦，阿多啊，给你砸了呀。就很巴啦。不过讲到阿多啊，我真的，我那个时候很黑的时候，我去夏威夷玩，哎呀，真的外国人都来追我，真的。好，是不是贵多点？我那么欧郎。
到现在来讲哈，以往个敢有这么怕什么了？你真好胆，问我还袂嫁的代志。哎呦，我都讲你还袂娶。我跟你讲吼，像我嘛足惊问啊，讲啊你啊无要拍算，啊无要迄个人拢来访问我。哎，不过我是觉得吼，起码这个一个阶段呢，我人家的二十几岁时候，我很想结婚，有这个冲动。哦，有啦有啦，不过不定性啦，迄个无嫁啊好，嫁可能会离婚。哦，啊对对。啊，起码是反而是觉得。日子过得快乐就好，不一定讲一定都爱丁。是是是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多年一直追求你的一位男性啊，这个在影剧圈里工作。但我知道美凤呢，因为自己以前有谈过恋爱的经验嘛，反而把这段情感，我知道你们都一直还是，就是吃饭啊，一直都很高雅的在，比如说啊琴棋书画当中啦，事业上的互相辅助啦，谈天你们都是这样非常清淡的，据我了解。所以他跟我讲私下说，你不要以为美凤好像跟我距离已经很近，其实没有，我还在追她的阶段。这点让人家觉得好棒啊，你掌控得这么好，就是一直希望说渐进的多了解以后才来谈未来。这很重要，不容易耶。结婚不谈，为了要结婚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所以常常看到头上会冒烟嘛。所以我你话那心肝真浓毒啊！啊，一直跟他假崩呐，哈，安尼啊，看看电影啊，啊，这个是或是事业上互相切磋意见啊嘞。安尼较好。安尼较好。嘿，安尼做代志做，慢慢慢慢你就也有压力啦。啊，慢慢你有压力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会不会说我这样子事业又这么忙碌，会不会慢慢把他的光阴也蹉跎掉了？哦，所以这个大多成熟的人，就看代志都要首先恭候，首先恭候，是事先都讲了。我怕我耽误到对方，对方也怕耽误到我。那如果怎么样怎么样，也不怕，大家等久一点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等到，愿意等就等，不能等我们也不能勉强。哪天我收到他的帖子，我也是祝福他啊。那也是呢，对吧？我礼金没包太多啦。哎，是是，这个事情，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尤其最近的赵咖来对你这个节目啊，做吃这么有心得啊，你好，改明个我有机会我也来上你的节目。欢迎呢。这是只会煎蛋呐。啊。可是你很会吃啊，也蛮会吃的，对啊，又懂得吃。既然这么简单，我会做些比较有含义的东西。哎，好啊，好，我帮我准备材料很简单了，来一条海参，然后海参，两个贡丸就好了，再铺一点法菜这样子啊。哎，这也算，哎，那你刚刚在，福德福德。不要，我这个菜都丢。哎，观众把那笑的笑哪？哎，你们太想歪啊，静哥。哎，这都是很好的材料。哎，你今天说了一口好菜。哦，说的一口好菜。真的。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